今天没白来，对不对？经常庆功就能成功。咱这个节目一看就停不下来。我在旅行当中可能会有100次的求婚，那下一次可能就是一个意外的 surprise。 你的眼眶是红的吗？哇，泪流满面。我有一个小礼物，是一张车票，出发点非诚勿扰站，终点灿烂的未来。我内心的答案就是机票。我仿佛见证了一场大型的婚礼现场。真龙牛奶独家冠名的《非诚勿扰》本周六播出。真龙营养美味尽享，本节目由口感超浓郁的真龙牛奶独家冠名播出。